饰演过的十四阿哥这一角色，称有点怀念十四阿哥，还配了个大哭的表情。《步步惊心》是2011年的作品，当年播出后大爆。除吴奇隆翻红外，饰演十四阿哥这个角色的林更新也正式被观众熟知。这么些年过去了，林更新还对十四阿哥这个角色念念不忘，看来为了诠释这个角色，付出了不少真心啊！入戏太深，以至于现在都时不时情不自禁怀念《九亿少女的梦》，再怀念十四。男粉丝却在评论区狂聊，喊话林更新：“我早晚会把你弄到手的。”日常与粉丝互动的林狗这次没有回应我恨，而是带着撒娇的语气回复：“你是软贩子吗？”还有粉丝拍马屁奉承林更新，称：“你一直默默承受着这个年龄不应有的颜值和机智，你不累吗？”林更新本人也厚脸皮调侃回应道：“辛苦，不说。”对此网友纷纷点赞林更新，真是可爱又调皮呀。